好，欢迎收看 Aries Channel。Aries Channel。Aries Channel。今天邀请到了我的新来宾，因为他有点高，所以可能请他就是移到下面一点。他是孙安卓。那他平常呢，就是有在健身，大家去看他的频道就知道，而且还找了我们老板酷炫去操一下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好像还欠操一点这样。他是真的平常没在运动，那我的话是平常有在重训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很适合来邀你一起来运动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 couple workout， 可是我们其实也不是情侣，男女一起做的。我会单纯把你当做重量来。我们叫 partner workout 好了，家人啊、情侣和普通朋友都可以做这样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平常都一个人在健身嘛，都没有两个人跟你一起。算有啊，是不会互相把对方当重量那样子。哦，我是第一次哦。对，应该是第一次。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！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好，第一个是双人深蹲，来喽，一、二、三，你们开始喘喽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容易哦。是很像跟小朋友做。试看单脚深蹲，下去的时候先用左脚起来，然后这样下去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哎，不是你要教人家怎么，就现在变成人家教你。现在变他的教练。提供参考，如果觉得太简单了，他要配合我的程度这样子，没有，我先暖身。啊，加油！好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动作。做完哪里酸酸的？全身，好热，我们开冷气呀。第二个动作也是一样，是深蹲，可是呢，他必须要把我扛起来。我很胖哦。行的。好可怕，五，没有，要冷静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交换一下，不行啊！哎，快点，这是双人互动的、啊，没有这一套，今天你不要自己加了，没办法吧？这样这样，抓着我这只手，嗯，因为你手碰这样，放起来。这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他太壮了，几公斤？七十而已啊。我也是49而已啊，48。对，越讲越低，所以他是没办法帮你抬起来。觉得他应该需要学一下技巧就可以了。反正是先右手抓我左手，然后这只手抓我这里，然后这样子的技巧。我要扛起来，扛起来，用力。没有，没有改变。你的改变、啊。你看不见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这是第三个，无力挺身。我试一下就不行了。你不是平常在健身吗？我从来没有双人过，我也是单人习惯了。我刚刚好蠢哦、喔！不要吵了。再搞一次机会。一，哎，好像有哎。耶！放一下，刚标准，再下去。什么话？教练有没有太严格啦？再下去是。喂。哎，你对这个学生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至少做一下有努力的把它撑起来。健身本来就是要离开舒适圈，永远待在自己的舒适圈是不会进步的。好，下一个呢，换安卓来浮力挺身，然后我在他上面。一、二，哦，安卓走快一点啊！哦，有点震动啊，这个怎么感觉很爽？对，在上面还可以吃东西呀、啊。是双人的姿势，就是要练手部肌肉的部分。手部肌，来，一、八，哦，哦，但你可以看到你的就是下面，你看我刚刚头就是会撞到下面哦。是 couple workout 才敢这样做，已死，眼神死。我手充血了吗？还行还行，下一个。我们就瞬间69，你知道吗？叫做 couple workout， 以免出现意外，互相也不会觉得怎样。你看，你如果是两个普通朋友做这个，然后突然放手就，
点就碰到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做这个要有够力，要小心。然后也要挑人。比如说你跟培根啊，你要跟我做这个。哦，好啊，来啊，你当沙包，我当拳击。下一个就是手勾手哦，这个肌肉也是很硬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招还有一种是可以给男生用的，我直接把你当做杠铃握推，你的身体躺平的，然后我这样推。好，我试试看。那我要背对。你会做这个动作吗？因为我需要你先这样倒。好，我先做好。我的手是放在你的背，那往后倒的时候是躺到我的手上，然后身体是要直的，就很僵硬，这样子我好推呀。手像刚刚我说的，脚用力夹住，腰不要弯哦。一。好，刚刚好。你现在几岁啊？19。吊打一堆成年人呢。今天真的很谢谢你跟我拍影片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还蛮有趣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教大家的 couple works out， 希望大家可以回家试试看啊。我忘了你们没有女朋友，没有这个烦恼。那大家也可以去订阅松安朵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我们的 IG、抖音粉丝团都要按赞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Aries Channel。Aries Channel。